现在时间早上快六点，整个晚上睡不着，因为已经两个礼拜没有钓鱼了。哇，这两个礼拜的狂下雨又很冷，实在是没有动力出门钓鱼啊。就在今天，终于出太阳了啊！好了，打算来去金山跟万里那边来去舒服一下。万里最喜欢的一段，它全是所谓的海阔天空。来了来了，就是这里，到地桥这边。哇，终于看到海了！哇，好久没看到海哦。可惜今天天空不作美，天色不太好。没办法，我们拍钓鱼就是这样，靠天吃饭。现在换到野柳渔港，哇，早上钓一整天没东西，啊，来野柳渔港做最后的挣扎，用这个小波法试试看，看会不会有一些激进分子冲出来咬。啊，来渔港我都会找这种起船点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鱼就会特别多。哇，今天天气变很好啊，舒服。来，抛出第一竿，我觉得第一竿就会咬了。换这个 baby 小 mino。中了，哎嘿，终于啊，哇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咻一下就跑出来了，哇，不小呢，是有巴掌大，哇，呼，各位观众，呱呱一只，听它呱呱呱，啊，这是六代生啊。拜拜。呜，今天没打龟了。再来，有一只就有两只，这东西都一群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又中，哇，连杆了。哦，舒服哦。哇，好，又一只。这只比较吵哦，刮噪根。拜拜。再来了，连杆了。在钓呱呱的时候，其实可以超快一点，他们速度绝对跟得上。哇，整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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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整群，哦，舒服呢。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好粗哦。哇，这个大，这大吃的，哇。哦，那我没看过会洗沙的呱呱呢。哇，这个体型有哎。哇。跟我这个乌石港钓差不多大了，哇，这边不是幼稚园呢，是国小呢，随便都有一个手掌大，哦，不错哦，哇，在我右边那边很多只，而且都不小，欠搞欠搞，你们真的是积太久了，是很多哎、欸，是很多。对啊，你们要拿钓竿来玩。你拿那个，我拿 mino， 你拿 mino 钓。对啊，钓几只起来？四五只有，而且是连杆丢下去就咬。有观众的时候就不咬了。看这边，哦，有了，来了，在后面。有追对不对？有看到了，看到有、哦，好大哦，不小哦，好给小、哦，太。有你们呢？会追，看超凶的。哦，中了哦！哦，中了哦！哦，中了哦！嘎、啊！有看到直接碰出来？懂，我进来看，来这里。这条杆子。我写的杆子。它会挡水、嗯，阻力很大、啊，变得很爽。对啊，找我进来，你等我，好，等你，舒服啊、哦，来哦，我靠，
这有出啊！哦，这里的 size 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哦吼，厉害厉害！阿飞厉害吧？飞啊！这没在家、啊，超 UV。哎呀、啊，又臭鱼啊！哇，这里好舒服啊，天气好，鱼会咬。哇，有押韵。哇，又中，我这连杆了，我操！今天被拉个十几只没问题了，哇，真的很会串啊！我真的觉得这个呱呱鸡太久了，228连续假期两个礼拜没有人来钓它，下去就咬，这些呱呱视力真的很好，看到就冲出来咬。哦，这里也有，哇，这个大只哦，它这更大只，走，哇，偷钩偷钩，还好，哇靠，这边大只哦，这边应该是国中等级的，哇，我靠。吓死人了，他们冲出来了，吓死人了，真的被吓到。我靠，直接用炸的，吓死人哦，疯了，我是来到疯人院了吧？中，哎，这个小朋友啦，直接给你回来了。哎，小朋友啊，这个是应该今天最小的。舒服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中了，我看这是洗筛啊，我第一次看到呱呱在洗筛的。哇，这个拉到有点无聊了，都是这个家伙。来了，哇，等下带一只回去吃看是多臭油味。哇，又是你，又是你。哇，反正就呱呱蛮猛的，都被拉到开钩了。完了，拼尾盘了。我这样估算应该有四五群这样不同大小的。对呀。刚刚那边这样子吧，啊，这边这样子，哦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不会，哎，台独奖又中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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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！这不是公升球哇！哇，这哥啊，我讲呢哇！哈哈哈！哇，呱呱呱呱来了！哇，后面跟一群啊，很多很多，很多，后面跟一群呢。好了，起鱼。很多，但是有很多，看一眼。野外，待会去吃吃看。神农尝百草 ，mega 尝百鱼。哦，野外不小啊。赛事机会就一半呢。对啊，机会一半呢。OK， 您的劝世型 YouTube 已上线，我们就来吃吃看，这是从野鹅港钓到的呱呱。大家如果去过野鹅港，都知道里面的水质可以说是非常精彩，尤其是上面浮着一层油，有时候太阳一大的时候，哦，上面是七彩缤纷的。所以今天就来试试看，这只鱼是不是如传说中一样，哎，是采油动力的。光是这样煎，好像就闻到一点点柴油味，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。为了人类的和谐，为了人类的进步，我们来试试看这只呱呱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。啊，这边准备了蒸的碗，如果等一下吃起来肚子怪怪的，啊，马上吞两颗。像稿子，我觉得像棋盘，我觉得像绿豆糕。哎，其实还好，还蛮好吃的。哦，这跟我推想差不多，像这种大小，可能已经在外海生活一阵子了。然后只是刚好今天运气差，刚好游到港内，刚好被我钓到啊，刚好出现在这餐桌上，所以它在那港内没有待太久，很适合当下酒菜。嗯，加点胡椒粉。
然后这种鱼它的肉质真的蛮扎实的哇，不愧是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的鱼啊。虽然说这只没有柴油味，但不代表在港区钓都没有柴油味啊，只是我运气比较好，吃到一个刚好从外海游过来的鱼啊，不然像是在那边钓到的乌鱼啊、宝华鱼啊，尽量不要吃啊，味道应该真的蛮重的。嗯，这时候再来灌啤酒应该很不错了。好，来完食，美拜。这鱼真的不错。